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今天我们再来讲《一周赚进300万》这本书里面的第七十七页，如何建立名单。在之前的影片里面呢，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，你一定会知道，你开始建立的这些观念就是什么？名单为王，名单就是关键，名单就是印钞机。如果你有了名单，你的生活就再也不用愁。你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名单量就决定你的收入多寡。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说，名单我去买就好啦，我到处都可以买到几万笔名单呢。可是这些名单都不叫做有效名单。名单呢，在网络行销里面讲的名单，其实是针对潜在客户名单，也就是你的目标客户的名单。那这样子的名单，你要在网络上去建立起来，这样子的有效名单，你要怎么建立？在七十七页这一页讲的就是如何去建立名单。那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你要针对你的诉求对象去取得名单。譬如说，你今天架好一个网站，然后你这个网站呢，也许它曝光在很多地方，你在很多地方去打广告，可是如果看过网站的人，看完就走掉了，那这些就不是你的目标客户。但是如果他看了你的网站，他愿意填表，留下他的 email，甚至留下他的手机姓名，那这就是你的目标潜在客户。我们要的其实就是这类的名单。那这类的名单呢，以后他才有可能向你购买东西，当成你的消费者，变成你的准客户。那里面呢，他也有提到说，我们在网页上啊，去建立名单很重要。那你要怎么样建立这一个名单截取页？我们称为名单截取页。这个名单截取页呢，跟一般的网站，然后右边的留个空格写订阅电子报这类的名单截取页不一样哦，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网站它可能内容很丰富，然后版面非常的丰富，很多内容，然后上面有一个订阅电子报，或者是在右边有个订阅电子报的一个栏位让人家去填写，可是真正的名单截取页啊，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没有那么花俏，它就只有做一个网页，然后这个网页里面就只有少少的一些字，譬如说，如果你要取得这个食谱，可以帮你做出什么什么的菜，那你可以得到这份食谱的 PDF 档或者这个教学影片，只要您立刻马上填写下面这个栏位，然后这个栏位呢，其实就是要写他的 email，然后底下就一个大大的按钮，写上“立刻索取”。那来访的访客呢，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个就是马上填写，然后立刻索取，这样子你就达到截取他的名单的功能了。那第二条路呢，就是看完之后把网页给关掉，就只有这两条路。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叫做名单截取页，它是非常单纯、非常简单的，就只有两条路。给客户、给网络上的访客去选择，那他为什么想要留这个 email？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刚刚讲了一句话，如果你想要取得这个食谱的话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在80页的地方啊，他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合乎道德的贿赂。合乎道德的贿赂，这个赠品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贿赂，但是它合乎道德，而且这个贿赂呢，是对方很想要得到的东西。那你送给他，他给你 email，这个就是我们要贿赂之后得到的名单要付出的代价。但是这一个代价呢，对你来说成本很低。譬如说，你制作一份 PDF 档的电子书，他去下载。或是你制作一个教学影片，让他去浏览，让他去观看，对你来说的成本只有一次。可是，在网络上呢，取得的人，或者是你去打广告的对象，可以有数万个、数十万个人。那他们取得呢，每个人取得一次，对你来说，你的成本就只有花最刚开始的第一次而已。之后的成本其实都是趋近于零啊，成本是零啊。所以，这个叫做合乎道德的贿赂。你有这些贿赂的赠品，让人家去填写。那他就容易成为你的目标客户啊，但是
当然这中间最大的重点是说，你今天送的这个赠品、贿赂品，这个东西是必须跟你想要贩卖的商品是有关联性、有相关的。好、哦，假设你今天是开餐厅，然后你送那个赠品是iPad 折价券，好、哦，去参观三 C 买三 C 商品折价券，问题是你卖的东西不是三 C 商品啊，这是完全没有关联的，所以你送这样子的贿赂商品，这种折价券，对你的网站的名单帮助是很低很低的，因为这完全没有关联，所以你送错了赠品，啊，送错了赠品呢，你将来拿到的名单就完全没有什么效果。在第84页的地方啊，哦，它这边有列出来，第84页的地方，它有看，它有给你看名单截取页长什么样子，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上面做描述，下面填栏位，然后就有按我要取得哈，这是英文版的，可是中文其实做法是一样的，哦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一旦他取得之后呢，他一旦填写了他的 email 之后，那马上就会送出第一段影片给他，哦，这段影片给他，让他去浏览哈，让他马上得到赠品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呢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像这类的名单截取页，就是上面有一段影片的解说，然后解说完毕之后呢，请你马上去填写，然后取得这个赠品，或者像这个网页这样，左边有一个说明网页，右边呢就是一个表单填写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叫做名单截取页，名单截取页。所以只要你会做这么简单的网页，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只是要取得对方的名单，取得一个你有办法主动跟对方联系的管道方法，这就是名单截取页最主要的目的与意义。